首先我们要请一下我们的花大姐出来啊。那因为花大姐呢，我本来刚刚想说我们花博啊是我带来的，其实哈、啊、我只是献花献果，其实哈、啊、是花大姐带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先有请花大姐出场。问声好，好、啊、不诚意啦，你敬礼要90度嘛，对不对？敬个礼，好、啊，来，再次，哇，跟各位敬礼啦，啊，不错不错啦，这花大姐啊，她等一下是不是要带来连串的精彩的花博表演呢？是哈、啊，好，那我们请花大姐呢，先休息休息好不好？啊，辛苦了辛苦了啊，来，来。扇子托，扇子还我了哈！哎，啊，怎么变这样子？啊，啊，我刚才一把好扇子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？今天是你心情不错，所以不跟你计较了。还好我自己还有带一把啊。
才第一天赢到五兜啦哈、哦，这个呢，如果这魔法哈、哦、太强了，我这么一点下去哈、哦，等一下不是一朵花，是一棵大树，那只要大树一盖下来，等一下老板可能会把我清走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用那么长的，用短一点就好了啊，来，所以呢，用这个就够了啦。打开，打开，开了，这一千块就是你的。打开一千块就是。
你要选哪一支？这支还是那支？师妹来了，来给他意见，他应该选哪一支？大家说，哪一支？哪一支？哪一支？来，哪一支？红的，哪一支？看你应该选。有人说哪怕是说红色，大家说我应该选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真的打不开，真的，他舍不得我花那一千块，所以，哎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开，那只是好啊。为了取信于大家，这次一定能开。哎，刚才是那是不是？刚才你选的是那一只啊？对不对？换了啊！所以嘛，我是最后选啊。好，送他们的纪念品吧。好，送他们的纪念品。